大家好，前面呢咱们介绍了使用 PRP 的 MySQL 扩展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从这一个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使用 PRP 的 MySQLi 扩展来连接 MySQL 数据库。我们来画个图介绍一下，来看一下，假如说这是我们 PRP 应用程序，那这个呢，假如说是 MySQL 数据库，我们用一个椭圆吧，这是 MySQL 数据库，这是 PRP 的应用程序，这是 MySQL 数据库。前面呢我们介绍了使用 MySQL 扩展来连接数据库，使用 MySQL 扩展是 PRP 的一套扩展库，那么PRP 通过 MySQL 扩展实现了对数据库的管理，对 MySQL 数据库的管理。那这节课呢，我们要向你介绍一下 PRP 还有一个扩展，叫做 MySQLi 也是 PRP 的一套扩展库，那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去处理数据库。当然了，咱们后边还会学一个其他的扩展库，就是 PDO， 使用 PDO 也可以去处理MySQL 数据库。当然 PDO 不光是处理 MySQL 数据库，我们使用 PDO 还可以去处理其他的各种数据库，都是可以的。那 PDO 这里边还可以处理其他的数据库。其他数据库。这里边呢我只要介绍一下 MySQL 这种扩展库都介绍完了。现在咱们看一下 MySQLi。好，我们打开一个文件作为咱们的笔记，看一下，从 PRP 5.0 开始，咱说了 PRP 5增加的功能最主要的就是将面向对象全面改写了，所以呢在 PRP 5里边不仅可以使用早期的 MySQL 那种扩展库，可以使用，开始就可以使用什么 MySQLi 扩展库了。记着，这是一个扩展库，这个多一个 i， 和原来的 MySQL 不一样。通过这种技术呢 ，MySQLi 来实现与 MySQL 数据库的一个信息交流的一个概念。那 PRP 的 MySQLi 扩展呢，那被封装在一个类中，它是一个面向对象的技术，是一个面向对象的技术，也就记着 PRP5 从它的 PRP5 里和 PRP4 比新增加的功能，包括以后新增加的功能，新加功能都会以对象形式增加，以对象形式添加。所以呢 MySQLi 是在 PRP5 里边新加的，所以它也不例外，也是一种面向对象的技术。所以说PRP 这个 MySQLi 扩展只能在 PRP 5中使用，当然了也可以在 PRP 5中，那 MySQL 呢必须得使用 MySQL 4.1 或者更高的环境中使用。其中这个 i 表示改进的意思，表示改进。当然了，如果这个 MySQLi 效率上功能上都不如原来的 MySQL 那种模块的话，那么这个新技术加不加就没多大意义了。所以既然在 PRP 5里边新加了一个 MySQLi 处理 MySQL 数据库，所以它从这么几方面，功能第一点改进在哪儿，功能增加了，一会儿咱们看到类库你就知道了，功能增加了。最主要的第二个，效率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呢通过这两点上，咱们就知道以后你再写程序
以后的 PRP 项目，如果就专门处理 MySQL 的话，你就要改成谁啊？改成使用 MySQL 这种了，就不要再学前面那种过程化的方式，使用那种去处理MySQL 数据库了。但是为什么说咱们前面也学了一遍那个过程化的方式，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你能看懂以前程序员写的用 PHP 4那种的过程化的方式写的项目中用到的 MySQL 模块能看懂，在基础上可以改。当你在新建议项目的时候，那你就要选用 MySQL 了来处理这个 MySQL 数据库。所以呢，这个 MySQL 技术呢，这个扩展技术呢，和传统过程化的方式相比呢，当然了，是非常高效的。使用 MySQL 技术呢，不仅可以调用 MySQL 的存储过程啊，处理 MySQL 的事务啊，而且还可以使访问数据库工作变得更加稳定。所以第三个，咱们可以看到，更稳定。这是它的三点，这个 I 改进的三点。那么喜欢过程化的用户也不用担心，虽然它是面向对象的，你看，虽然 MySQL 是使用面向对象技术，但也支持过程化的使用方式，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也支持过程化的使用方式，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MySQL 模块在哪儿，怎么安装。我们打开 PHP 的手册，只要你在索引这块你搜一下 MySQL， 然后你在上一页翻一下，好，就找到了，或者你直接在目录里找也行。 MySQL 扩展库，你看啊，它扩展库允许由 MySQL 4.1 或更高的版本上使用，所以你装的环境中，如果 MySQL 本身是 4.1 以下的版本，那么建议你就别使用它了。看安装上，如果在 PHP 中安装，前面呢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讲解环节安装的时候，我也向大家介绍了，加上杠杠位置 MySQL 等于 MySQL 的一个位置，那么就可以将 MySQL 安装上，我们在程序里边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然后 MySQL 运行时的配置文件，这些呢一般的咱都不用修改的，你看配置文件能找这几个选项，看看的就什么了。那在 Windows 下安装怎么安装呢？和其他的安装方法都一样，我们首先看一下，在我们的PHP 这里边，首先看扩展的目录下，我们找一下有没有 MySQL 的扩展，这都是 PHP 的扩展功能，每个扩展呢就是一套库，程序库或者函数库或者类库，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了。那我们来找一下，这里边你看前面咱学过的基地库，这里边有 MySQL 库，你看默认安装这个库了，所以呢咱们可以使用前面过程化那种，找到了 MySQL 这个库，然后这个扩展有了，那你看一下，再看一下 PHP 的配置文件中开没开启这个，那我的 PHP 文件呢在系统的 Windows 系统盘下，找一下 php.ini，找到了，我们来看一下，扩展都在这儿呢。PHP 呢有这么多扩展，但是呢大部分扩展都没开启。那我们看一下 MySQL 这种扩展开启了，我这块呢 MySQL 也开启了。如果前面这块你那个环境下前面是个分号，你要把分号去掉。如果在刚才的这个目录下你没有看到这个模块，那你就得编一个这个模块安装了。如果看到这个模块这里边还没有，你就照着上面那个写一条扩展等于这个，那这个模块就是这个 EST 的目录下的这个，你看呀，名称是一样的。然后他说目录啊，因为咱们装环境默认已经指定在目录下了，所以指定到这个库了，这个库下边的所有函数或者所有类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如果你是新添加的，别忘了重启一下阿帕奇服务器，然后通过 php.ini 来验证一下，不是 php.info 来验证一下，咱们前面都写过多次 php.info 了，这里边我直接找到这个函数，你看能不能找到你这个扩展，你看前面是 MySQL 扩展，下边是 MySQL 扩展，
看这块我找到了，这是买次开的扩展，有这么多，学生的端口3306。那既然看到买次开扩展了，我才可以使用。那使用的时候，现在这一步呢是安装，其实很简单。一般的环境里边呢，在印下边只要手杠杠位置买次开就行了。Windows 呢就按我刚才那种说法去安装就可以了。然后系统给我们提供了三个类供我们使用，看啊，这里边 MySQLi 这个扩展中给我们提供了三个类，当然这三个类按功能去区分的，比如说我需要连接数据库找哪个类，需要处理结果集找哪个类。那这三个类都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类就是 MySQLi 类，第一个类就是 MySQLi 类。这个 MySQLi 类呢，就主要控制 PHP 和 MySQL 数据库之间的连接，还有选择数据库、向数据库服务器发送 SQL 语句以及设置字符集等等，也就是和连接有关的类。像我刚才说的，主要控制 PHP 和 MySQL 数据库之间的连接，选择数据库，向 MySQL 服务器发送 SQL 语句，设置字符集来完成的，所以使用这个类。所以以后呢，我们找只要是跟连接有关的，我们都需要找 MySQLi 这个类。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个结果集的类，这是 MySQLi 的类，你看一下。表示了 PHP 和 MySQL 数据库之间的连接，这是第二类，咱们先不看，先看第三个类，叫 MySQLi Result 这个类，它负责干嘛的？就是表达了对数据库查询返回的结果。总之一句话，处理结果集的就是使用这个类。什么是结果集啊？就是你用 SQLi 就是从服务器中查过来的。当然从结果集里边我们可以获取到什么，可以获取到记录信息，可以获取到字段信息，记录和字段的所有信息都从这个结果集里边。简简单单通过这两个类，你看啊，以上两个类就可以完成谁的功能啊？前面当学过 MySQL 的扩展的功能，就前面当学过的那个过程化连接就可以了。你用 MySQL 扩展能完成的，那在 MySQLi 这两个类都可以帮你完成，而且呢效率更高更稳定。除了这两个类，那再加的那当然就 MySQLi 新加的功能了， MySQLi 里边新加的功能了，有另外一个类，我通常管这个类叫做预处理类。看这块表达了一个准备好的语句。现在呢这个呢我先不过多介绍，后期呢咱们详细讲到这个类的时候我再给你讲为什么有这个类，这个类的好处在哪儿，比如说安全性在哪儿，效率高在哪儿，我都会介绍。这个呢后边重点介绍标注一下。你学前面两个类的时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学这个类呢有可能你没接触过就觉得这个类使用起来呢会复杂一点。这就是 MySQL 给我们提供的 MySQLi 给我们提供的三个类。然后每个类里边的方法呢有方法有属性，你看一下，有方法有属性，每个类里边都有方法有属性。那我们就用每个类里边这些方法来属性帮我们完成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当然了，有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什么呢？选择过程化编程还是选择面向对象技术？因为咱前面说过了， MySQLi 使用面向对象技术也支持什么过程化的一些使用方式。所以呢咱们在看任何一个实例的时候，任何一个例子的时候，这里边
不光这三个类的哪个类，它都有两种方法给我们提供，都有两种方法给我们提供。比如说我们随便现在点开一个，你看一下类中的方法，过程化的方法，你可以任意去点击，你可以任意去点击啊。比如说这个类的方法，什么过程化的方法，但是你没发现每个过程化方法都需要一个买四块的链接然后执行什么的，而对象这种方法呢就直接需要在一个词上就行了，因为过程方法也需要资源。不光是这个地方这么提供我两种，你看过程化的类型，对象的形式，你看下边的每个例子，例一就是对象的使用方，同这个方法的对象的使用方式，例二就是过程化的使用方式，所以手册里边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的详细。你要是每个例子都提供了两个，声明的方法也提供了两个，所以呢你要按过程化的使用的时候呢，你就使用这种，按对象的使用方式呢你就按上面这个例子来，所以这两个例子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化的，一个是对象化的。那输出的结果呢，输出的结果呢也是这两个例子，当然都是相同的，输出结果相同的。另外如果你使用过程化的方式，跟原来咱们面向对象的，原来咱们处理过程化方式很相似，比如说咱随便找一个方法，假如说就找QDRY， 你看过程化方式提供的函数名比我们原来的 MySQL 那种扩展的时候只是多了一个 i， 所以呢如果你使用过程化的，比如说 MySQL 下划线 CONECT， 用这个去连接数据库的话，那我们后边使用 MySQL 只多了一个 i， 那比如说 MySQL 下划线 SELECT 下划线 DB，那我们这块也只多了一个 i， 前边还有 MySQL 下划线 QUERY， 那我们这块其实也多了一个 i， 你看一下。所以呢和我们原来过程化的很相似，但是就算是你使用过程化的，记住这句话，就算是使用 MySQLi 中过程化的编程方式，也比使用 MySQL 这种编程方式功能强，那么更稳定，效率高。所以呢你就算过程化的，我建议你也使用 MySQL， 不要使用原来的那种MySQL 的扩展方式。但是呢咱说了，既然新加功能都是以面向对象的方式，所以呢你也尽量别使用过程化的方式，如果使用过程化方式现在就可以了，我只要告诉你它每个函数前边用法都一样，都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个 i 而已，就使用 MySQL 扩展了，不是 MySQL 扩展了，那你就可以用了，按照前面的连接数据库的处理方式。但呢今天要使用面向对象的一种方式去处理，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去处理，所以呢咱们要使用这三个类，并不是过程化的。比如说在这里边我现在要使用上面的三个类，怕它把功能都我们分好了三个类，用到什么功能就找哪个类就可以了。而使用过程化的，你看一下下边的，这是过程化给我们提供的函数，那你看起来就比较乱了，对吧？所以呢记住这句话，使用 MySQLi 扩展就要使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进行开发，过程的就不建议用了。所以咱们这讲这个 MySQLi 的时候，我也主要以比如说咱们本节课或者是未来的几节课都是使用 MySQLi 面向对象的方式，面向对象的方式。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三个类。当然了所有处理连接数据库都离不开
几个步骤，就是连接、选择数据库，然后呢执行查询语句、处理结果集，都离不开这几步。那咱们连接有了，处理结果集有了，执行查询语句也有了，这两个类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节课重点先把这两个类完成，再重点讲这个类，第三个类。头两个类呢可以跟第三个类暂时先没关系。这两个类呢，当然我不能说分开单独的一个一个的去讲解，这两个得混合的讲，因为有的时候咱需要结果集就得用下面来处理。但是这节课呢咱们先不处理到结果集，所以呢先讲买速开里的，等讲完结果集再回过来把买速开里边的功能再全介绍完，这两个类的方法和属性都介绍全了，那么你在使用 MySQLi 去处理数据库的时候也就非常方便了。所以呢咱们先把这个 MySQLi 这个类先找到，我们用它去连接数据库，然后去执行查询语句，当处理结果集的时候我们再使用谁啊，再使用结果集的那个类去处理就可以了。看 MySQLi 连接呢，我们先看一下构造方法，使用构造方法去连接。当然你不用构造方法呢，你也可以用构造方法，假如说你不存参数连接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去连接。那我们看一下构造方法，可以选用这个过程化的，当然咱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过程化的里边所有参数都是可选的，如果你不存参数的话，然后你就得用其他方法连接，但是通常咱们选用的呢都直接使用构造方法去连接数据库。你看一下第一个参数，就是 MySQL 数据库的位置，也就是主机地址，然后数据库的用户名、数据库的密码，然后你需要选择的数据库，这里边呢多了一个需要选择的那个库。如果你是用前面咱们过程化的，那库咱们还得用 MySQL Select DB 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库的选择，这里边呢咱们只要一条语句就可以了。然后是端口 Socket，这里边如果端口不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其实用到的就是前四个参数。来，我们来做一下实验 demo 演示一下点 .php， 看一下直接创建 MySQLi 对象，等于既然是对象的方法叫 new MySQLi， 然后我们有这么几个参数，当然主机用户名密码什么的你最好写到配置文件里，这样到给别人安装项目的时候直接改配置文件就可以了。当然了咱们本章不涉及到整个项目，所以呢是一个片段，咱们就直接在这儿去处理了。连接 localhost 本机的，然后数据库的用户名我使用管理员用户 root， 连接的密码管理员的密码去连接，然后我在第四个参数直接可以使用，我把一个库作为默认的数据库。当然了后期咱们也可以去切换数据库，咱们这里边也有什么，你看一下有没有 SelectDB， 你看也可以 SelectDB， 就是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切换数据库，或者是我们存第四个参数直接用它在这里边存一个库名调用对象里边它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这里边就直接用构造方法帮我们完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多执行一遍思考语句。所以在这块我就直接写个记住 PVDB。 那么返回来的如果成功的话，返回来的就是这个对象，咱们用这个处理一下，成功返回来就是 MySQLi 对象，如果失败的话返回就是假。我们来运行一下，你看现在是成功的返回对象，如果失败的话我们随便改错一个地方，比如说12345678密码多了一位，你看一下也是对象，但有个警告说什么什么错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使用不了了。当然不是返回假，也是对象，但是是会有一个警告。但是我们真正连接上了吗？没有连接上，所以这块呢我们再使用其他的方法去连接就可以了。那失败了我们怎么验证失败？不能用这个来去判断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使用这里边的
你看一下，有个专门检查错误的，你看一下这里边有个E 哪去了，看一下这块有个错误号，有个错误信息，跟前面咱过程是一样的。你看使用这个，这是在运营过程中检查思考语句的错误，但不是检查连接的错误。那连接错误我们怎么检查呢？因为那有的说了，我直接调用 MySQL 里边的什么什么去处理，如果连接都不成功，你这个对象有可能就是失败的，对吧？我们就不一定能调用。所以连接判断连接错误，专门有函数去处理，因为在连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应该应用户呢得到通知。当然在连接对象的时候并没有创建这个对象成功，所以呢咱不需要使用这个对象中的方法，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判断，直接MySQL这回就得用一下过程化的东西了，里边有一个 CONNECT 连接时候的 ERRNO， 如果连接时候有错误，它返回的就是真。那我想知道错误信息，比如输出一下连接数据库失败，什么原因失败的，我可以通过 MySQL 也是过程化的，专门连接里边的 ERROR 使用这个函数就可以看判断失败，然后我这里边就可以退出程序了，可以把 MySQL 这个刚才是对象嘛，这个对象咱们附上空或者附上假，它就不是对象了。好，再刷新一下，你看连接数据库失败。当然了，我们在这块我们就需要前面加一个 try 屏蔽一下前面那个警告，然后下边咱有输出哦，这圈写错地方了，写在行首，你看连接失败，那个警告就没有了，告诉我用密码错误，然后是假退出就可以了。如果连接成功的话，就会输出这条语句，连接数据库成功，换一下行。当然你这条语句是没有标，连接成功是没有标输出的，现在是没有输出的，当我把这个改成正确的，你这位再看一下，连接数据库成功就有了。所以呢咱们在使用 MySQL 的时候判断连接成功失败，使用的是这样的一句，也得借助于过程的两个函数来帮我们完成，但是使用的是 MySQL 里边的两个函数，要记住。当然如果 MySQL 创建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MySQL 对象中的，看一下这么多属性和十几个属性和几十个方法，每一个方法我们都可以使用，你可以看一下，每一个方法我们都可以使用。如果你不使用这种 MySQL 连接方式，当然这种是最常用的，我们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连接方式啊。你看一下，我们也可以使用什么？比如说 MySQL 里边等于，假如上面我们没有这个的话，你不使用这种连接方式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什么？你看一下，当然上面的数据库你不选择的话，你可以在这块选择一下数据库，假如创建 MySQL 对象成功的话，没有第四个参数的话，你可以调用一下这个 SELECT SELECT DB， 可以切换数据库，这里边写上细说 PHP DB， 这是咱们经常用的库名，这样也是可以的，但这样的话就有点多余了。我习惯使用的方式就是直接在这块写上，这种写法就可以了。当然你要不用这种连接的话，你看咱们这里边也有一个叫做 MySQLINIT， 你看啊，我们使用 MySQLI 里边的找一下看一下初始化 MySQL 对象INIT， MySQL INIT 返回的就直接是 MySQL 对象，
也可以调用买次开里边的 IIT 返回买次开对象，也是可以的。那假如说我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创建，我可以直接用过程化的买次开里边的 IIT， 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来一个得到一个买次开对象。但是这里边参数是空的，空了之后我怎么去连接数据库呢？你看一下，我还可以选择这里边的，看这里边啊，有个叫做连接，看这儿有个连接，准备连接这个，你看里边也有主机、用户名、密码类里边的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对象了，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MySQL 里边的 REAL 下划线 CONNECT， 然后去连接本机的用户名56，然后这里边也可以直接选择一个，比如说那叫细说 PHPDB 数据库，也可以去连接，然后判断错误连接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你看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在使用这个选项使用这个连接的话，之前连接之前我们可以使用买次开里边的有个选项的方法去做一些调优的参数，比如这里边有一个叫做 option， 看干嘛的，设置选项的选项名、选项值。所以呢这里边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提交方法呀，是否自动提交啊等等，可以设置这么多东西。比如说还可以设置设置连接的一些次数啊，确认文件连接次数啊，比如说这里边我可以这么设置，使用 OPTONS， 这里边比如说我设置前面它当然是参数是常量了， MySQLi 下划线 OPT 下划线 CONNECT 下划线 TIMEOUT， 比如说设置倒计时，我使用的第一个设计连接的秒数。那还可以什么设置这个设置连接成功则执行等等，这几个属性都可以来用来优化。当然了我们这里边咱们说了最常用的习惯的就是不用这种方式，而是直接使用上面那种方式，所以这种方式呢我就不多向大家介绍了。这种连接比较好使，那你就直接用这种连接就可以了，刚才那种也不是不好使，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方便。好，既然有连接数据库了，可以连接上了，那我们看一下，就可以有连接，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对象里边 MySQL 里边的 close close 关闭连接、断开连接，脚本执行完断开连接，也就是使用我们这里边的MySQL 里边有一个方法叫 close， 关闭一个之前打开的连接。我现在用这个对象打开的连接，那我就把这个对象关闭掉就可以了，就会断开连接。在断开连接之前，那我就可以任意执行 MySQL 里边的东西，比如说执行查询语句，获取一些服务器的信息。当然我这里边有，比如说我想获取服务器的版本，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有很多属性，你看一下主机信息啊，对吧，协议的版本啊，还有服务器的信息啊，服务器的版本啊，我们都可以获取到。比如说我给大家简单写几个，假如输出假如说我想获取到当前的字符集，那么 MySQL 里边有一个方法叫做XCHRACTR set name， 换一下行，你看一下，我现在知道我现在买 SQL 现在用的什么字符集，你看蓝厅英文的，就是我界面上用的字符集是什么。然后我想知道买 SQL 里边，我想从这里边获取到客户端，也就是现在我用的这客户端的一些版本信息，那我就可以什么
比如说 get CLI ENT info， 还有客户端的信息 5.0.51。 那我想知道除了客户端信息，我假如说我现在想知道主机的信息，这个是个属性 host 的 info， 属性我就不加括号了，但是我得换一下行。然后我还想知道，假如说我想知道服务器的版本，服务器的信息也是一个属性，这块我想知道服务器的版本，看一下能不能都获取到，看一下都可以获取到。也就是通过连接这里边，通过什么协议版本信息啊，我想要找的东西从数据库里边，你看刚才得到这些都可以找到，省这些都可以找到。好，保存一下。当然我们这些获取不是主要目的，我们最主要目的是如何执行 SQL 语句。我们来看一下执行 SQL 语句，这里边执行 SQL 语句的方式呢也有很多，你要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咱们最常用的 QERY 是一个执行 SQL 语句的，这个还可以有这个执行，我想啊，你看一下啊，刚才看到这个是这个准备处理准备一个 SQL 语句，然后这个呢执行多个 SQL 语句，看到了吗？有多个。所以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然后咱们处理完接口集再回过来把咱们没用过的那些咱们再全用一遍就可以了。那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 QERY 执行 SQL 语句，里边只要执行一个 SQL 语句就行了。接口集模式呢咱们可以不用管，这里边看一下，很简单，跟咱们原来一样。当然 SQL 语句分两种，一种是 select 语句，它会有什么结果集，这是咱们下节课主要咱们要讨论的内容。还有一种非 select 语句，他们会影响行数。影响行数。所以这里边咱们先以非 select 语句为主。当然了，创建库创建表，如果只要你有这个用户和这密码连接这台机器有执行的权限，你就可以任意使用，有执行的权限就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执行呢？做一个 SQL 语句，先使用非 select 语句，比如说用 insert into 插入到，咱先找好这个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表 MySQL 杠 U root 杠 P 123456连接上，选择细说 PHPDB。 我这里边就不创建表了，当然在这里我先使用 root， 有创建表的权限，可以直接创建表，这里边咱们就用原来的表，这是咱们一直用的表， ID 名字价钱数量描述，你看自动增长的，这边有82条记录，你看最后一条是84条。 insert into， 看一下这里边字段结构， ID 名字价钱数量描述，插入到这个表 shops 里边有名字价钱数量还有描述，然后值别忘了，每个值都要加上单引号，它
它会自动匹配类型。假如说名字这里边三个 W 插楼吧，随便写，然后呢价钱数量 good 123随便写几个，然后我只要使用 MySQL 里边的 QRY 就可以将这条语句发送到 SQL 数据库并执行。返回来的如果是非 select 语句，成功返回真，失败返回假。如果是 select 语句，那当然是返回结果及对象了。那这里边现在咱们是非 select 语句，所以看一下返回的是不是布尔型的真假。布尔型真就可以了。数据库里边 Hello 这个值也就插入进来了，看到。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SQL 语句是否成功。如果 RE select 如果结果集成功的话，我就成功当然不管了，如果失败的话，如果 SQL 语句失败的话，那这里边就输出 SQL 语句有误，SQL 语句有误，因为只有SQL语句失败的话才这样，然后退出程序。你看一下，假如说我这块 DSN3 我没有这个属性，我现在再刷新一下，你看SQL语句有误，但是没有提示错误的话，你看这里边也没有再插入这条记录，而它呢是真正有错误了。那有错误如何获取错误信息呢？有办法，通过 MySQL 里边不有一个叫做 ERRNO 吗？用这个获取错误信息，输出 ERRNO， 用这个获取错误信息，连接上，随便连接一个吧，然后连接 MySQL 里边。用这个获取错误号，用 MySQL 里边 ERROR 获取详细的信息。你看一下，这回就知道是错误号是1054的错误，然后未知的列它在这个字段列表里边，所以这里边就提示我错误了，说没有这个列。那我们看其他错误能不能提示我们呢？你看啊，其他错误，假如说我这里边 shops 我这个少写了个 s， 表明出错了，你看它会提示我什么？你看啊，表它不存在，就很明显了。这个错误报告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输出来，可以利用 MySQL 的这里一个属性和这个方法去帮助我们找到错误号和错误的详细信息。如果错误信息你觉得不够明显的话，你可以通过错误号查看这个错误号发生的详细的一些错误，然后怎么去处理。当然如果成功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影响行数，插入的影响行数，通过影响行数在哪呢？通过 MySQLi 这个对象里边有个这个属性能帮我们获取到影响行数。都什么语句会有影响行数呢？插入语句、删除语句、更新语句，你看。那么比如说连续更新五条，那会影响行数就是五条。比如说一次性删除五条也会影响五条。那这里边咱们就用这个属性 FFECTEDROWS 影响行数。我们来看一下。一。那如果是删除语句呢？我先保存一下，2.php， 你看啊，我把这条语句复制一下，前面保存一下。如果是删除语句或者是更新语句，比如说我就做一个删除语句，删除 from 从 shops 这个表里边 where 条件 id 大于80的，你看我都删除。你看影响行数会几条呢？
影响六条，大于80以后的你看都没有了，都被删除了，影响六条。那我再刷新一次呢，是影响零条。所以呢再删除这条语句不是不会出错，只是没有满足条件的记录而已。所以如果你想判断真正有影响行数的时候，再具体的做一些什么删除成功啊、插入成功之类的，那你就可以这么判断，如果影响的行数大于零，那才真正的修改了或者真正的删除了，然后这个你才写上输出。刚才是 SQ 语句有误，会执行这个。那 SQ 语句没错的时候，如果没影响行数，你就说没有行数被影响。那没有行数被影响，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行数没影响，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成功的。所以咱们需要通过这两个判断，这种判断方式是判断 SQL 语句出不出错误，这种判断呢是判断有没有行数被影响，所以要经常用到这个属性。当然了，如果是自动增长的，有一个自动增长的列，那咱就知道最后增长的 ID 是什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去查找最后增，应该说自动增长的 ID， 是可以通过 MySQLi 里边的啊 insert ID 这个属性来获取到。当然了，我现在是什么语句，你看一下，最后增长 ID 是0，因为我现在应该是刚才这写错了啊，大于零的时候才真正的执行成功，大于零的时候才执行成功啊，应该说有行数被影响，这样啊，条件刚才判断反了。刚才是没有大于零的，那你看一下，现在我变成插入语句，因为删除语句刚才看到了，自动是不会获取到自动增长 ID 的，只有插入语句，而且表中的ID 那个有一列，而且是自动增长的，我们才会可以获取到。因为目的是干嘛呢？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操作呢？就是两个表同时插入的时候，第二个表会用到第一个表的 ID 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经常会用到上一表插入的 ID。这里再看一下，你看自动增长插入 ID 是87 88 89， 我现在这块就有三条语句，分别是87 88 89， 你看一下就都有了。当然了，更新语句也是这么执行，它也会影响行数，没有自动增长的，保存一下。好，这就是 MySQLi 里边咱们常用到的一些属性和方法。当然我还没有把这里边所有属性和方法都给大家用一遍，咱们说了有一些属性方法必须得借助于结果集，然后咱们才能去使用。那这节课呢咱们先就介绍到这里，只介绍了 MySQLi 是干嘛的，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它的优点，还有它如何去连接数据库。那下节课呢咱们会介绍使用 MySQLi 处理一些结果集，然后处理完结果集再回过来把 MySQLi 没讲过的属性方法再向大家介绍一遍。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